老师好像来，你帮我开个门好不好？哦，我在大便耶。老公，你帮我下楼拿货到付款好不好？可是我在大便耶。可以帮我把浴巾拿给姐姐吗？哦，我在大便耶。爸爸，老师好像来，你帮我开个门好不好？哦，我在大便耶。喂，好，我下去拿，谢谢。老公，你帮我下楼拿货到付款好不好？可是我在大便耶。啊！爸爸你在忙吗？可以帮我把浴巾拿给姐姐吗？啊，我在大便耶。小宝，你时时刻刻都在大便，你要不要今晚就睡在粪坑里？